影视行业从业者自律誓言。影视行业从业者自律誓言。维护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。维护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。不发表或传播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。不发表或传播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。秉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，传递正能量。秉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，传递正能量。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。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。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。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。对社会公众负责。对社会公众负责。崇尚契约精神，积极自主创新。崇尚契约精神，积极自主创新。树立良好职业形象。树立良好职业形象。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。做德艺双馨的